当海盗船上出现100只鹦鹉僵尸，哪些植物不会被抓走呢？第一位，龙喉草。第二位，魔鹰甜菜。第三位，火鸡投手。第四位，棉小雪。第五位，棱镜草。第六位，刺果流星锤。第七位，榴莲。第八位，龙舌兰。第九位，灌草鸡箭手。第十位，飞镖杨记。第十一位，火葫芦。第十二位，猕猴桃。第十三位，灼热山葵。第十四位，树林护卫。第十五位，蔡锷。第十六位，胡萝卜捣蛋车。第十七位，竹员外。第十八位，铁锤兰。第十九位，野兽猕猴桃。第二十位，翻脸工程师。第二十一位，火焰花女王。第二十二位，吸血牛肝菌。第二十三位，鳄梨。第二十四位，灵小人。第二十五位，机枪豌豆。第二十六位，智师傅。第二十七位，奶油生菜。第二十八位，猫尾草。第二十九位，金城菇。第三十位，僵尸豆荚。第三十一位，杰克南瓜。第三十二位，比奇兄弟。第三十三位，冲萌柚子。第三十四位，突击竹兵。第三十五位，防风草。第三十六位，虚电雪松果。第三十七位，水仙花射手。第三十八位，熊果救炮。第三十九位，双枪松果。第四十位，原始豌豆。第四十一位，警报磁菇。第四十二位，激光皇冠花。第四十三位，岩浆番石榴。第四十四位，旋风象果。第四十五位，地锯草。
第四十六位虎头菇。第四十七位机枪石榴。第四十八位冰冰泡泡。第四十九位茄子忍者。第五十位尖刺秋葵。第五十一位凤梨恋刃。第五十二位捣蛋萝卜。第五十三位激光豆。第五十四位毒液豌豆。第五十五位桑葚爆破手。第五十六位玫瑰剑客。